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iam. 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哦，一个礼拜四篇，每次三十分钟，带你了解时事，也了解相关的英文单字。啊，那我们今天看一下这四篇哦。第一篇是台湾新增一起本土案例。那第二篇是高山警察抗寒秘技哦，这个是非常特别的抗寒秘技哦接下来第三篇，美国首都哦，高度警戒哦，这个因为要准备交接了、哦，一月二十号。第四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挺台湾。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篇哦。台湾新增一起本土案例，台湾 at one domestic coffee transmission linked to hospital。新闻来源哦是台湾 news。好，那看一下这个，首先先看一下标题啊、哦。这个台湾 at one domestic coffee transmission linked to hospital。 好，那台湾哦，这个啊，这个 A D D、哦、啊，这个是 add。那这个 add 它是增加的意思。OK，我换一下颜色，增加。那增加一起 domestic，domestic dom 这个单字啊、哦，它是国内的，它还有家内的意思哈、哦，就是在自己的一个圈圈里面哦。domestic 啊，所以增加了一起国内的 covid，covid 没有问题啊、哦，新冠肺炎的 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Transmission trans 这个单字哦，它是有传染的意思啊、哦，所以增加了一起新冠肺炎的传染。那这个传染哦，这个 Transmission 各位你看得出来，它这个这个是名词。那这个传染后面哦，你有发现 link ed, 哦，它加上一个 ed。那这个会是什么东西呢？就原则上名词后面哦，你如果看到一个动词，它加上 ed 啊、哦，通常它会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什么东西出现的呢？就是一个形容词出现的哦，所以这个传染哦是 link 呃 link 各位知道哈、哦、，l i n k 这个单词它是有连接的意思。那这个传染是连接，跟什么连接啊、哦？跟医院连接的传染。OK，好，接下来下一句，A nurse at a hospital in northern Taiwan, where a doctor and his girlfriend, also a nurse,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Has been confirmed as a domestic transmission。那有一位护士哈，这个护士在这个医院，in northern Taiwan 在北台湾哦。那这个医院呢，在这里哈 h i l 这是 h i 指的是地点嘛？哦，在这个地方，一个医生哦，跟他的女朋友，那这个女朋友也是一个护士 <music> test, 啊。Test 啊，test 是个是检测。那这个后面有一个单字叫做 positive 啊，positive。 Positive 这个单字啊，它本身的意思哦、啊，它有正面的、正向的。那在这个新冠肺炎里面的相关文章哈、啊，这个都叫做阳性哈，阴性、阳性,性。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阴性的英文怎么说。好，他们两个啊都检测出是阳性。For the coronavirus. 那、哦、这个、我刚刚念这个是舌头有点打结哈、哦、，coronavirus、哦。那这个是新冠肺炎。那呃，检测出新冠肺炎是阳性啊、哦、，has been 啊、哦、已经被啊、哦。那这个有一个这个病，再加上 confirmed 啊、哦，这个就是两个字中文起来翻译就会有被啊、哦，就是说被确认，confirm，confirm 啊、哦，这个是确认。好、哦，那 confirm 这个单词看各位怎么记啊哈，f-i-r-m。F I R M, firm 这个单子哦，它有公司的意思哦。那、oh, confirm，你就让他说你要开公司哦，要有很多东西哦，你要确认好。那我可以让他确认哦。Oh, 那这个已经被确认是一个 domestic transmission 哦，国内的传染。OK，好，下一句啊、哦、，The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announced at the news conference. Late Saturday 啊，那一月十六号就上个礼拜啊。那这个中央哈，Central 是中央，Epidemic 是疾病啊，Command 指挥中心是中心，中央疾病指挥中心啊。Announce 啊，这个多义重要单词，Announce 啊，Ann ounce, 宣布那，在一个 News Conference 啊，在一个记者会上啊，在星期六稍晚的记者会上啊，这样子宣布。News Conference，OK、okay?。好，下一句啊，The latest case。 officially registered as case number 852 is a woman in her 20s who spent one hour in contact with the doctor case number 838 on January 10th officially it it been, register Register 啊，呃是啊，作为这个案例第八百五十二号，is a woman 是一个女性啊，在二十岁左右，很年轻。Who s p e n d one hour 啊，她花了一个小时哈。In contact with contact 这个单词啊，它是有接触的意思啊，跟这个医生接触啊。那个是案例是八三八，in January tenth，好，在一月十号的时候，好两起案例哈，本土案例。那后来又新增一例了啊。 好,那接下來, as a result of the new case all staff at the hospital will undergo new tests sunday january 16th. even though previous tests all turned out negative the ccc said 哦，as a result of，哦、啊，那这个是 as a result of，就是结果。哦、啊，因为这个新确诊案例的结果哈、啊，所有的 staff，啊，staff 这个单子是员工，所有的员工哈、啊、在哪里啊？在医院的员工啊，将会怎么样？Undergo，undergo 就是会经历，这这就是再一次有新的测验哦、啊，这应该是快筛吧？好、啊，在星期天呢、啊、又要再测验一次。Even though 虽然 Pre vious, previous, previous、哦、啊，虽然之前的测验全部都 turn out, turn out 就是结果啊、哦，之前的测验呢，结果都是 negative，都是负面的啊、哦。这个虽然都是 negative, negative 这个单词有负面，那我刚刚讲错，不是负面哦，它是阴性的意思啊、哦，这样子了解啊、哦。虽然结果都是阴性啊、哦，但是呃，为了安全起见啊、哦，所以又全部又再测验一次。好，下一句。 Doctors and nurses who spend time in the w o r d used by case number eight hundred and fifty-two will be subject to home isolation。好，那这个医生啊、哦，跟护士啊、哦，他们花时间在一起啊、哦，在这个 w o r d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 w o r d 这个单字是病房。好，就是说，医生们跟护士们啊、哦，只要有花时间在这个病房里面，那这个病房是什么病房？各位，你仔细看，又来了哈、哦。w o r d 这个单字是名词，对不对？Used by case number。 A h u n d r e d and fifty-two，那就是啊、呃，这个病房是什么样的病房啊？就是有被使用、被案例八百五十二号案例被使用的病房呢？这些医生跟护士们都要，we a be subject to 这三个字要一起看，be subject to 哦，都必须要遭受、承受，当然是比较不好的事情。什么是 home？ Isolation, home isolation 啊，这是居家隔离，好了解。稍微讲一下 subject 这个单字啊、哦、，subject 这个单字要颇奇妙的、哦。subject 这个单字它有主词，哦，了解吗？还有主题的意思，这个字主题。好，那各位，那它还有城府。哈、哦，这意思就是说你是就是比较次等的意思，那你就想。 上级叫你做什么事情，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片语的意思哦。Be subject to，就是说别人叫你去做，你就乖乖要去做。那你要各位，你可以怎么记啊、哦？因为这个 sub，s u b，它就是有在底下的意思的哦。s u b，啊、哦，它有在底下哈、哦，那已经就是能够听话啦，然、哦、后就是通通就都要招，都都要接受那个居家隔离。 好，下一句。After the infections at the hospital were discovered, several shopping centers in the Taoyuan area closed for thorough disinfection. 好，那在这个 infection 哈 infection 这个就是传染感染。哦，在这个感染，在医院的感染被发现 were discovered。你会发现这边有个 be 动词后面再加上一个 ed。好，中文翻译又有被的意思。哦，这个医院呢被感染。 许多的购物中心哦，在桃园区就关门了。那为什么要关门哦 s o r o w 仔细的、彻底的 disinfection。Dis infection In 这个是传染，dis 就是 not，不要传染就是消毒哦 disinfection OK。好，接下来第二篇，高山警察抗寒秘籍。好啊、呃，看一下标题：Taiwanese Police Fight Cold Weather with Unusual Methods。 哦，那台湾的这个警察哈、哦，对抗寒冷的天气，用 unusual，unusual un 不寻常哦，usual 就是有寻常的，这个单词好记啊、哦！你如果知道 usually，你就一定会背这个字。为什么？因为 usually 是常常嘛，对不对？所以 usual 那这个单词 usual，usual 这个单字形容词就是有。 普通的、寻常，就是你常常在做的事情。那如果说前面加上 un on on 这个字，就是没有 unusual 不寻常的。后面有个字叫 met hod, method method、哦、啊，就是方法哈、哦，不寻常的方法哦，对抗寒流。好，下一句啊，officers at t Taiwanese police station have developed a secret tool to handle freezing weather while protecting tourists. To flock to snow-capped mountains during winter。哦、oh,，那这个 officers 啊、哦，当然是指的是警官了啊、哦，在台湾啊、呃、警察局的警官啊、哦，这是警在警察局的警官呢，发展出一个秘密武器啊，develop develop 这个单字有发展，secret 秘密，tool 是工具，然后发展出开发出了一个秘密工具啊、哦，去 handle 处理啊、哦，在这边 handle 处理什么呢？寒冷的天气。 Freezing weather 啊、哦，像这几天寒流来真的是有够冷啊。哦、Freezing weather while 啊、呃，这个这当什么时候呢？当在保护 protecting 啊，protecting 是保护保护这个游客。那这些游客是什么样的游客？Who flock to snow-capped mountains during winter？Okay. 那这边后面出现形容词，在形容前面的游客。好，所以是什么样的游客呢？这些游客 flock to flock，这个单字、哦、flock，f <laughs> 开头，k 结尾的字啊、哦。呃，flock 名词有人群，动词有蜂拥。哦，保护这些游客，这些游客蜂涌到了 snow capped。Ca pped, 各位，snow 是雪，cap c a p 有帽子。那意思就是说哈、哦，这个山头哦。 有一点类似像雪，像一个帽子把它盖住，就是大雪覆盖。哦，各位更正可以理解啊、哦、，cap 这个单子啊、哦，它是有帽子，好、哦、像帽子一样把山盖住哈、哦，用雪雪像帽子一样把山盖住，所以 snow capped 就是有大雪覆盖的意思。好、哦，所以这些游客呢，这是蜂拥到了大雪覆盖的山区，在冬天的时候，好、哦，这是这一句啊、哦，我们是这样子解读。 好，下一句。The Hualing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has posted a video to its Facebook page, showing not only the hardship police endure in the snow season. 好，后面还有然后我先把它切断。这个花莲县警察局啊、哦，这个放了啊、哦、，posted 就是放放了一部影片哦，到到哪里面啊，到他的粉丝页啊、哦、，to Facebook page。哦，那这个就是展现出啊、哦。 呃，各位看到这个 not only 哈，你就知道 not only but also 嘛，哦，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not only but also 啊，所以 not only 是一，but also 是二，哦，所以什么意思呢？哦，所以就是它这边主要就是讲有两件事情了，哦，展现出一这个 hardship hardship 就是艰苦困难，这个警察要 endure 哦，要忍受的困难。The hardship p l e a e endure in the snow season 哦，在雪季。 警察要忍受的困难一，好了解啊，这个是第一件事情。那个影片说的第一件事情，好，下一句，but 好，接下来就是第二件事情啊、哦，影片要说的第二件事，but a male officer buying t e n p o n s a crucial tool for staying warm at an elevation of two thousand three hundred seventy five meters above sea level。 哦，还有第二件事情哦，是什么事呢？还有一位男性的警官哦，他去买了一个天棒，天棒是卫生棉。诶、欸，如果说它是一平面的，一个平面的卫生棉就这样啪的，我了解是一个平面。好，那如果这个天棒天棒，只要是好像是一个一个圆柱哦，那就。 呃，就是它是用塞的哦，塞进去那个呃女性的身体里面，就是嗯，就是吸收那个呃，就是呃月月经这样子哦，Tampon。Un, 然后他就买了这个 Tampon。那他说这个 Tampon 是一个 crucial 啊、哦，各位在这边 cial, tour, crucial tool，crucial tool，、哦、好，它是一个重要的啊、哦、，crucial 是重要重要的工具哈、哦，来保持温暖。哦，在什么地方保持温暖？在 elevation。 哦、oh, e l e v a t i o n 这个单词是高度啊，oh, 这个单词好记啊、哦，为什么？你就是 elevator，OK？嗯，elevator、okay. eh, Ele ator, 这个单词、哦、它是电梯呀、啊，好、oh, 了解啊。那稍微再讲一下啊、哦，如果它是这个变成这个字 elevate，它会变成动词哈、哦，表示是有、哦、升高的意思。那各位它通常都是有负面的。 就是诶，比如说美中贸易大战那个局势哦，紧张的局势不断的在升高，通常都是不好的事情了哈。哦，所以 at an elevation of 啊、哦，在这个两千三百，就是还蛮高的了啊。above above 在上面，在什么的上面，在海平面的上面。OK，好，下一句啊、哦、，even when bundled up in a warm clothes, their feet often become numb. From long hours t r a d i n g on snow，哦，虽然哦，bundle up，bundle up 这个单字就是有穿暖和，bundle 有一直塞塞东西进去，它还有捆绑销售，像最近那个什么 Apple One，对不对？哦，还有呃 Amazon 吧，对不对？都是好像捆绑销售，意思就是说，嗯，它一个价钱给你，然后这个价钱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服务，这样子哦，bundle。那这边 bundle up 指的是穿暖和，像。 就是你想啊，有衣服就往身上穿哦，那个就是 bundle up。好，那虽然他们都穿的很暖和、哦，但是他们的脚经常会变得 numb，e r numb e r 就是麻木，的哦，失去感觉，完全没有感觉。那这个单词好记哦，numb。e r 有没有 number 不是数字吗？有些人对数字是完全没感觉哦，像像这个 William 老师，我是几哦？这个对数字常常会搞混哦，五七七五啊，常常会搞混，所以你就不只能够一直回头回一回过去看这样哦，那如果变成完全没有感觉哦。呃，因为怎么样？因为长时间 trading on snow 哦，就是踩在雪地上哦，long hours trading on snow，OK、okay?。好，下一句啊、哦、，The police chief went on to state that to stave off the cold。 Some officers wrap tampons around their socks before putting on their boots <laughs>。这呃有一些警官啊、哦、，police chief 啊、哦，这警官啊、哦，这个呃，他这个应该是警长了哈。啊、哦呃、，went on 持续的去说，刚刚我好像把这个字念错了哦。持续的说，继续说，说什么呢？啊、哦、，that too 啊、哦，为了要 stay off 啊、哦，为了要 stay off the cold 啊、哦，为了要阻挡寒冷，有一些官员啊，wrap。哦 rap, 哦，会绑绑这个 Tampon，哦，会绑这个卫生棉哦，卫生棉摔 around their socks，哦，就绑在那个衣、袜子上。哦，在什么之前呢？在穿上他们的靴子之前，这样应该是有道理啊，有一点点好像类似像羽绒外套的感觉，对不对？哦，就是有一点制造那个蓬松的效果哦，让那个热气能够留在那个靴子里面哦，算是啊、哦，也是相当聪明的做法了哈。哦 好，接下来第三篇呢、哦，美国首都啊、哦，高度警戒。好，先看一下标题啊、哦，美国的呃、uh,，state capitals Washington g i e r d for possible protest。好，那就是美国的国家的这个首都啊、哦，这个华华盛顿啊、哦。其实它为什么加这个加 s 呢？它指的就是各州啦。哈、哦、，state 这个单字是州，所以各州，所以华盛顿还有其他州哈、哦、的这个呃、欸，应该怎么讲啊、哦？州，哎、欸，那个州的一个办公中心。 你讲首都好像怪怪的哈，行政中心啊，这样了解。好，那他们都他们都围起来了，gird 那为了要可能的 protest，可能的抗议啊。那 capital 这个单词首都啊，大写啊，资金。那 gird 就是围在身上，那是围什么？当然就是围那个呃呃警戒线呐、啊，围里啊那些保护措施这样子。好，ten days after rioters breached the U.S. capital, uh, in a deadly attack that stunned the world. Cities across the U.S. were girding for a potential new wave of violent pro,、uh, protest over the weekend。好，那这个十天过后哈，那之前美国发生暴动啊，哈、哦，呃，十天过后，在这个 rioter，呃，这个 rioter 应该是新的一个字、啊、，riot 这个啊、呃、，riot 这个单词是暴乱哦，那 rioter 啊、哦，这个就是暴动群众的意思。好，那这个十天过后，那这个呃呃暴动群众啊，breach。Bre ach, b r i d g e 这个单词，它有闯入、破坏，就是本来你有一些防护措施，然后呢，这个防护措施被破坏的，就是 breach 哦，了解啊，破坏的这个美国的啊、嗯、，capitol，好、哦，这个单词就要大写了啊，capitol 是国会大厦。 哦，这个破坏了美国国会大厦，就这个有致命的攻击啊、哦，而且还有人员死伤。那这件事情啊、哦、s t u n d the w o r d 啊、哦，震惊全世界。那 s t u n d 这个单子就是震惊啊，震惊全世界。哇、哦，这个，诶、欸，就是啊，蛮、呃、不可思议的。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啊、呃，美呃，川普在举办那个演讲，然后呃，这些应该是有近千人的群众哦。 演讲完之后，可能义愤填膺吧，就是说啊，选举造假，那就啊、呃、往国会前进这样子哦。那呃呃，这个国会警察，因为当然他有驻地有警察了哈。那因为人数不足的关系啊、哦，就啊、呃、这整个国会就被闯入这样子哦。好，那 s t a n d w o r d cities across the U.S. 那、哦、在美国全世界的这个城市啊、哦、w e r e g i n g 啊、哦，就围起来了哈、哦，就是有保护措施围起来啊、哦，为了什么呢？Potential 可能的潜在 potential 潜在新一波的啊、哦、wave 这个单词是波，新一波的 violent protest 啊、哦，新一波的这个暴呃暴力的这个抗议 over the weekend 哦，在这个周末这样子。 好，呃，后面还有哈，erecting barriers and deploying thousands of national guard troops。哦，那这个呃，树立起啊，erect，这单词树立立起啊，立起的 barrier，呃，隔栅，哎，这个单词打错了啊，不好意思，啊，隔栅哈，屏障、隔栏什么东西？呃，barriers，好，这是树立起的这个呃屏障以及。 Deploying 啊、oh,，deploy 啊、uh,，这个就是运用啊、部署啊、调动啊。Deploying 啊、oh,，就是部署了数以千计的 national 国家的 guard 的这是防卫 troops 这个单词就是部队、军队啊，oh, 这个国民兵啊，哈、oh,，国民防卫队 national guard troops。OK，其实。 其实读到这边，你觉得其实我们再仔细想想哈、哦，就是都是民主嘛，哦，那你看人家这个美国要宣誓了哦，这个新的总统要宣誓就职，他们要把这个呃议会啦，还是首都行政啊、哦、围起来，那甚至还要派出出动国民兵，那他们的暴动哦，也有人死伤，那、啊、想想哦，其实你如果说对比台湾哇。 就是我是觉得看新闻，就是也是在感觉蛮不可思议的啦哈！号称一个民主圣地的美国，就是哦，也也是会发生这种事情这样子。好，来下一篇啊、哦。The FBI warned police agencies of possible armed demonstrations outside all 50 state capital buildings starting Saturday through President.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s inauguration on Wednesday。哦，那所以这个 FBI 嘛，就是联邦调查局啊、哦，就是警告，Police agencies 啊、哦，就是警告警方啊、哦，你两个字一起理解啊、哦，警告警方，警告警方哦，有可能的 armed 哦，各位这个 arm 它是手臂，那你知道这个 arm 它有力量的意思哈、哦，那 demonstration 这个单字是。 啊，游、呃、行啊，示威群众哈、哦、，demonstration，示威群众。那这些示威群众是怎么样的示威群众？哎呦，会有武装的哦，armed demonstration 哦。哦，outside all fifty state capital buildings，哇，在五十周的这个 capital building 哦，就是呃，首都行政中心吧哈、哦。从星期六开始、哦、，starting Saturday，through 啊、哦，它这个从星期六开始一直到到什么时候？到 民选总统哦 j o e Biden，哦，选出来 Joe Biden 哦 i n a u g u r a t i o n i n a u g u r a t i o n 哦，这个是宣誓就职哈、哦，在星期三，那星期三就是本周三，一月二十号，哦，拜登宣誓就职哦，那希望啊一切和平了、啊、哈。好，下一句。 呃，那这个后面呢、哦、？Fueled by 哦，后面还有、哦、那这个示威群众啊、哦，他们是 fueled by supporters of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o believe his false claims of electoral fraud。哦，那这个示威群众啊、哦，他们是由激起，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哦？因为他们的愤怒是由谁激起的啊？y 啊、呃，由这个 supporters 哦，这个嗯，啊、呃呃，支持者啊，谁、哦、呢？美国现任总统啊、哦，川普。 那这个现任总统川普、哦、相信他的啊、呃、这个啊、呃、false 啊、哦、这个假的啊、哦、假的这个声明哈、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选举是假的哈、哦，就是他声称啊 claim 这个单字有声称 false claim，好，那注意啊、哦，那个 false 这个单字它是。 好，那 false 这个单字就是假的啊、哦，就是选举是假的这个声明。那这个声明是什么？electoral 选举 fraud 这个单字是诈骗的意思啊、哦、，electoral fraud。好，接下来最后一篇第四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挺台湾。 好，看一下标题。U.S. stands by Taiwan, Kraft t e l l t a i 啊、哦，美国哈、哦、stands by 啊、哦，这 stand by，然、哦、后你各位你知道 stand 是站哦，by 就是站在旁边，然后他有做好准备，还有支持的意思啊、哦。那 c r a f t 那个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嘿，对，好、哦，告诉蔡英文总统这样子。好，来看一下标题啊、哦。 呃，不是标题内文。President 蔡英文 and U.S. Ambassador to the UN Katie Craft yesterday held a virtual meeting, during which 蔡 described Taiwan as a force for good that deserves a place on the world stage。啊、哦，那这个蔡总统哦，以及美国的 Ambassador 啊、哦，这个大使，好、哦，那这个美国的大使是啊，联合国的大使哈、哦，也就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Katie Craft。 那、哦、在昨天，昨天应该上个礼拜了啊、哦，举办一个 virtual，virtual，呃，virtual 这个单词是虚拟的，所以 virtual meeting 这个单词叫做视讯会议，举办了一个视讯会议，在这个期间呢，蔡总统哈、哦、描述。 Describe 描述台湾哦，是一个 force 啊、哦、，force 是力量，for good 是永远哦，永远的一个力量哦，意思就是哦，美国最好的朋友啦，类似像这样啊、哦、，force for good that 哦，那这个哈、哦、是这个力量是怎么样的力量？Deserves 啊、哦，值得一个位置，deserves a place 哦，值得一个位置啊、哦，在世界的舞台上，好、哦、才不会常常在做那个世界级边缘人这样子啊、哦、，deserve a place on the world stage。 好，下一篇。While Craft reaffirmed Washington's support for Taiwan's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那在同时之间呢、哦，那个 Craft 就是这个呃 k i t i y Craft，好，他就 reaffirm 那 a f f i r m 这个单词啊、哦、是重生、再次声明。好，各位，这个呃嗯，它是这样子哦，re 再加上 affirm。 哦，它是这样组合起来，affirm 这个单字啊、哦，它是有啊、呃、声明的意思。好，那 reaffirm 就是再次重申。哦，华盛顿的支持对于台湾的国际的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国际的参与，好，它是支持的。好，下一句啊，the virtual talk was held at about eleven a.m. after craft trip to Taiwan was abruptly cancelled、嗯。那这个虚拟的谈话呢？ 试讯的谈话啊、哦，被举办在十一点，早上十一点的时候举办哦，在啊、呃、这个啊、呃、这个 craft 它的旅程啊、哦，到台湾，他们本来是预计要来拜访台湾哦，was cancelled 啊、哦，这两两个字你这样理解啊、哦、，be 动词加加上 ed，那 cancel 这个单字哈、哦、是取消，哦，那 was cancelled 啊、哦、就是被取消，那这个 abrupt。 Abrupt，就是突然的、意外的，好，就是意外的哈，突然之间被取消哦。本来说要来，诶突然之间哦，说啊不行啊，我们要交接，所以就没办法过来了。嗯，其实来或不来哈，都各有各的一个优点。当然来的，当然就是提高美国跟台湾的一个呃友情哦。那不来也不错哈，這是怎么个不错法呢？就是至少呃啊、呃、对岸哦，这个。 比较不会那么的知道哦，那么的生气好，所以来过不来其实都不至于会太差了。好，On Tuesday,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ancelled all of its planned trips, citing a need to focus on the transition to U.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s team. 好，那星期二的时候，美国的 Department of State 啊，就是国务院呢，哈，cancel 取消所有他的。 Trip 这个单字是旅程，planned 啊，这个单字各位你看得出来这是形容词，哦，那加上 ed 啊、哦，表示已经啊、哦，所以已经计划好的行程，所以取消了所有已经计划好的行程。好、哦，它是 s t t i n g s t t i n g 其实我是觉得你就把它翻译成说吧，哦，它它本身的意思是举例引用啊，他、哦、说有一个需要啊，他、哦、们有需要去干嘛呢？Focus 啊、哦，专注在这个 transition，transition trans 有转变有过渡。 那这边他的意思当然指的就是交接啊，transition 哦，就是啊、呃，他们必须要专注在美国的那个民选总统哈、哦、Joe Biden 的啊、呃、交接的啊、呃、这个行政团行政事务上。那当然就怪了啊、哦，之前说要来，那当然那个时候怎么可能没有考量到要交接的问题，然、啊、突然之间取消啊、哦？当然内部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了。 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本周四篇新闻机啊，新闻英文。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